我是兔年，今天是我陪他走的最后一天，龙年马上就要来了。你来啦？嗯。在把他交给你之前，我能交代你几句话吗？你说吧。他这个人有点傻，总想着对这个好，对那个好，却唯独忘了对自己好一些。他总是把最好的全都给了家人朋友，却唯独把苦和累都留给了自己。所以接下来拜托你给他多一些的快乐，少一些烦恼。好。和我相处的这段时光，他过得并不容易，总是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压力。所以接下来请你对他宽容一些，温柔一些，告诉他事情一件一件做就好了，做不完也没关系的，不要太紧绷了，偶尔可以停下步子，松弛地享受一下人生。嗯，现在我要走了，他肯定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，一定会很愧疚。但是拜托你告诉他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他辜负了我，反而他已经做得很好，他足够努力，这样就够了。时间差不多到了，我会带着他所有的不开心、不快乐、不顺利、不如意一起离开。接下来的旅程，你陪他一起走吧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那再见了，兔年，把他交给你了，龙年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好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你辛苦。新的一年里，我一定会让你快乐、顺意、如意、发大财，期待你的好运吧！咻咻咻咻咻，抖王，陈翔6:30。